是我报的警。你谁啊你？你不需要接到我是谁，你只需要接到我是2011业主。我已经查过中国上海的噪音扰民标准，晚上10点半到第二天早上7点，超过55分贝都是扰民。如果是深夜超过15分贝，已经构成扰民。现在已经深夜12点，我用 iPhone 自带的分贝软件测试过你房间的音乐已经超过70分贝，我报警很合理。当然。 如果你有什么异议，你也可以联系我的律师，随时告我。I need sleep. I don't want to have to tell you again. 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，我不会像今天一样等15分钟才报警，我会立即报警，而且向你索赔。